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丧尸突然爆发，外面一片大乱，我却和小伙伴们走在买下来的超市里，活得有滋有味。回到超市后，李哲把路上发生的事情给大家说了一下。大家虽然对鸣人的离去很悲痛，但是更多的是后怕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真的会死。我冷静下来，当务之急还是得先确认防护到位了没有。我将一楼二楼的所有门窗都检查了一遍，把帘子拉上，又把仓库和店面里的食物重新做了一次细致的盘点。方便面、粉、饭各300箱，各类肉罐头200箱，各类水果罐头200箱，自热小火锅100箱，面包100箱，火腿肠100箱，肉干肉脯80箱，大米80袋，面粉80袋，各种调味料200瓶，外加辣条2000袋。从小缺衣少食的我，现在站在这么充足的物资面前，哪怕耳边全是尖叫和拍门的声音，也不妨碍心里有一块叫做安全感的地方被填满。李哲选的几乎都是可以存放很久的，这个量估计能够我们六个人生活个一两年。如果一年后病毒还是压制不住，也只能到时候再想其他办法了。我最在意的食物盘点完，生活用品就只是大概看了一下，反正我能想到的都齐全了，连小电影和卫生纸都准备了一大堆，这些应该都是凯哥准备的，他确实很细心。就在我庆幸队友给力，生存基地初步建设完毕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了一条微信，班长变哥的对话框里直接躺着一条10万块的转账，然后才发出文字信息：收一下款，等下我想办法去小超市找你，记得给我开门。我觉得有点好笑，回他：找我干嘛？他秒回：我东西没囤到多少，干脆跟你们合伙算了。干脆还算了，我挺佩服他求人都能求得这么高高在上的，抬手就在转账记录里点了退还。变哥马上发来一条：什么意思？我懒得再回。他接连发来好几条骂我的话，一条比一条难听：谈谈你怎么那么小气啊，农村人就是小心眼。行，既然你这个贱人这么自私，我就让全校同学都去围攻你那个小超市，我倒是看看能有多坚固。这些话可能别人听了很来气，或者被唬住，但我听着没什么感觉，因为我之前打暑假工时，老板骂的比这狠多了。他想吓我还嫩着，但那句让全校同学来围攻小超市，我倒是相信他能干得出来，因为现在班级群很多人都在艾特我：谈谈，你明明知道病毒泄露还不告诉我们，现在凭什么把小超市占了？对呀，赶紧打开超市门，把里面的东西给大家分一下，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吞，扛不了几天的。穷人心里就是阴暗自私的，我看他就是想把我们大家都害死。凯哥在我旁边看着手机坐立不安：探探，他们真的会来抢我们的物资吗？我无奈地耸了耸肩：真的会来，等过几天大家饿疯了以后来得更猛。凯哥露出害怕的表情：那怎么办啊？要不分给他们一点吧。我立即厉声制止：千万别，只要你开了这个门，这里面的东西不被搬空，别人都不可能罢休的。末世之中不能当圣母，咱们千辛万苦才囤了这么点物资，管不了别人的，管好自己就行了。这时我突然又想到另一个问题，就是末世已经来临，网络也不会一直存在，而河阳大学的专业正是网络，他本人也是个学霸。我立马站起来找到河阳，我问他能不能想办法不断网。他思考片刻，决定就地取材，看看能不能在后院建造一个小型基站。他说干就干，拿着之前买的电线和金属就研究了起来。我见状拿上梯子和铲子，叫上李哲他们就往后院方向走去。我想用水泥把院墙从内部固定，使房屋更牢靠一点。就在我准备上梯开工的时候，墙外突然传来惊慌的哭腔。